这边正在联系设计中心的负责人，请在休息区稍等片刻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也是收到了万真的 offer？ 太好了。好，好，没问题的。抱歉让二位久等了，这是你们的临时工牌。请扫左边第六部电梯34层，设计中心的负责人会带你们完成入职。谢谢。这就是万真的设计中心，好震撼。久等了。虽然已经见过很多次了，但还是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设计中心的副总监 Mia， 欢迎你们加入万真。你们的比赛作品让我印象深刻，期待你们未来的表现。谢谢。你们俩跟我来，有些情况我要跟你们交代一下。设计中心一共有 ABCD 4个设计组，每个组平行且独立，负责不同的高级成衣系列。高级定制系列则由齐思礼总监单独负责。万真的设计师被分为助理、初级、中级、高级4个等级，工作内容的重要程度与职级挂钩。根据你们过往的能力和经验，你们的定级是初级设计师。你属于 A 组，组长是郑林，高成是 B 组，组长是 Bob。 当然职级并不是固定的，你们可以通过1年2次的考评在组内完成晋升或降级。在工作期间，我希望你们遵守以下条例：一，万真不喜欢不守时的员工，延迟提交作品超过3次，请在1小时内递交辞呈。二，不要试图递交有抄袭嫌疑的作品，那只会马上终结你的职业生涯。三，设计师有权限随时学习观摩陈列室里的藏品，但请保持整洁。最后，工作时间外，齐总监不喜欢被打扰。请不要在员工通讯簿里找他的联系方式，当然现在已经找不到了。如果还有不明白的，可以询问你们的直接上级。走吧，我带你们去各自的设计组。这里就是 B 组的办公区。行人，说说看你对这个设计的看法。
可以了，放下吧。你们看到的这张设计稿是 Joseph Clinton 在发表 Amber 系列前的作品。怪不得看上去这么眼熟，这确实与他优雅的风格一脉相承呢。 Amber 系列，这不是 Clinton 的封神之作吗？不仅是他的封神之作，还引领了世界的时尚风潮，到现在还有很深的影响。在倡导朴素的特殊年代，他画下了这份设计稿，气得他的老板当场摔了酒瓶。 Decadent 1928 Clinton 珍藏了好些日子，结果一口都没尝到。他被辞退了，这个不合时宜的设计差点断送了他的设计生涯。不过后来他在一个富商的资助下成立了服装工作室，在这张手稿的基础上，他设计出了 Amber 系列。1947年 Joseph Clinton 发表了 Amber 系列，不管是用圆弧窄肩还是用双倍密织棉布的花苞状长裙，都代替人们向战后萎靡窘迫的社会提出了挑战和反抗。时装设计之所以让人肃然起敬，是因为它代表了自由意志和不妥协，对美的追求和对人本身的探索是设计的永恒命题。很遗憾，在你们提交的作品上我并没有看到这些。如果下次还是这样，这将是你们在万珍完成的最后一个设计。这里毕竟不是个慈善机构。你就是今天来报道的新人吧？郑玲姐，有帮手了。你好，欢迎来到 A 组，我是这里的组长郑玲。嗨，那个坏了半个月了，我们都没空报修，别在意哈。来来来，我带你去工位，东西挺重的吧，我帮你拿啊。也好，猫哥你先带他跟大家认识一下，我把手头的事处理完就来。我叫猫哥，设计师里最会唱摇滚的那个。你就是比赛第二名吧？决赛我们都看了，老精彩了，尤其是你选齐总监那里，嚯，太飒了！哎，你怎么敢选他的？那脸呼出口气都能冻成冰，见过铁树开花吗？跟看见齐总监笑比起来，还是略显常见了。当然不是只冷笑啊，那可太常见了。不愧是你，咱们 A 组终于来了个得力的人，以后有什么问题尽管问我，跟猫哥混。
各位放一放手里的活，我向大家隆重介绍新伙伴。穿旗袍的姑娘叫李满满，比你早来一个月，锲而不舍面试了三次，就为了进万真。嗨，以后请多多关照。他是陈彻，咱们组的裁剪鬼才，来万真快四年了，刚晋升中级设计师。你好。王林，他是讨厌鬼，自己晋升失败了，就爱嫉妒别人。那边那位，好帅，人如其名 ，A 组组草，狼人杀大神。玩狼人杀不？下次我组去。不过，最近不太行。他这两天心情不好，没升上中级，正郁闷着呢。对啊，虽说万真有晋升制度，但考核难得吓人，一般都要考个五六次才能通过。发挥的不好，还有可能降级呢。我跟你一样，也是初级设计师，我考了大概有十次了。郑林姐，还是你记得清楚。失败是成功他妈妈，我再攒几个准能胜个大成功。我们的考核制度确实比较严格，虽说设计是自由的，但要做一名真正的设计师还是件严肃的事，能进万真都是很优秀的人才，所以真正考验的是对设计的热爱与坚持。我在 A 组的十年里迎接过上百个新人，不少都在三四次考核失败的打击中崩溃了。一来大家的自尊心都很强，也比较感性，批评听多了自然会受不了。二来助理和初级设计师负责的内容有限，通常会比较枯燥和重复，没有决心是很难做下去的。有人可以帮我把 Sliver 秋冬的面料整合一份资料吗？我还要去市场那边跟调研，来不及了。预计下周拍摄的外籍模特签证出了问题，现在还需要十八个新的，怎么办啊郑玲姐？本来应该先让你适应适应的，但事情实在有点多，可以来帮忙吗？那就先去仓库把 Sliver 秋冬的面料挑一下，再汇总成本，完成后让猫哥帮你把把关。对了，等楼上的会议结束后，记得回收样本。怎么回事？发什么愣？见鬼了吗？这也是我想问你的。现在呢？以前有过这样吗？没什么，好得很。
我看你活蹦乱跳的，不像身体有问题，倒像是别的地方有。我脸上是有花吗？那就是有鬼。那你为什么要用一种看怪物的眼神看我？无聊。我有空，但不打算浪费在这里。是吗？不是很相信你对浪费的判断标准。你这是在跟我讨价还价吗？希望你不要让我觉得浪费了这1分29秒。以麻纱为主面料，减少整体的维度，兼顾了坚韧与垂坠。在金饰周围，缝制上用雪纺卷成的长条织腕，降低了金饰的突兀感。你是不是就想听我说这些？这只是实话中很小的一部分。我更想说的是，你的制作工艺太差，把麻纱的飘逸破坏得一干二净。我敢保证，你戴上它不会像是去出席宴会，更像是要下地插秧。还有这些粗糙的藤蔓，你不如用真的。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出来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如果有什么要反驳或解释的，你可以说出来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一个人瞎琢磨就能把我说的都消化了？看明白了吗？你想多了，我只是不想浪费时间，每次都看到一个半成品。
你确定？就这么想证明给别人看？拭目以待。走不走？一起吃饭？没事儿，要不要给你们推荐附近好吃的？那你可真是问对人了，方圆5公里以内就没有我不是会员的店。马路边的张姐串串香，公司后面3条街的王记卤肉饭，还有出公司左拐开在弄堂里的刀鱼小馄饨，都是一绝。来来来，会员卡给你，甭跟我客气。我都饿扁了，你怎么第一天上班就这么晚才吃饭？太辛苦了吧。那就好，我还担心你不适应呢。对了，你还没告诉我为什么突然决定入职万珍了。那你就不回国外了？你的爸爸能同意吗？是不知道说什么。你有见过那人吗？好家伙，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商业联姻？你爸不会以为养了你几年你就该回报他吧？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怪不得你回来的这么突然。没事，反正已经回来了，以后我罩你。这样，你住我家。本来就觉得你现在住的地方到万珍路上花的时间太长了，很影响工作心情的。而且你又是个路痴，我怕你哪天走着走着突然就迷路了。那你看房子的时候要注意安全，最近治安不太好，出了好几起袭击案。都是走夜路的时候突然被人袭击的。我还听说那些受害人晕倒后脖子上出现了奇怪的咬痕，像被吸血鬼吸了血一样。不管是不是真的，小心点总是没错的。感觉像回到了高中的时候，真好，我们又可以一起逛街吃饭了。老板，再要一份盐酥鸡，庆祝我的宝贝开启人生新篇章。张少，情况大概就是这样。他就是这样评价我的，可笑。不要轻举妄动，盯好了，别让他发现异样。把万珍的信息都发给我。是。张少，需要将他带回吗？这次的逃婚实在有损您的颜面。不着急，我倒是要看看他到底想做什么。卫衣是不是有点太素了，凸显不了我的气质？
只是去参加个接任仪式，你没必要穿成圣诞树吧？快来帮我参谋一下，你觉得我要不要换件更闪的衣服？下午是新任 CEO 的接任仪式，毛哥听说媒体都要来，嫌自己穿得不够上镜。感谢这位新陆总，今天下午我们就能有至少两个小时的摸鱼时间了。你居然不知道？看来又到了我这个万真百晓生出马的时候了。据可靠消息，这位新 CEO 和陆婷总是叔侄关系，除了是陆氏家族外都查不到什么资料，连全名也没什么人知道。看你这个表情，肯定也不知道陆家的事吧。电视剧怎么比得过？上回书说到，万真原本的继承人是新 CEO 的父亲，也就是陆婷总的哥哥。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个位置被陆婷总占了。为了夺回家业，这位新 CEO 在国外韬光养晦，最近才终于回国。叔侄大战一触即发，首战以 CEO 成功请来齐司礼告捷。据说能让齐司礼出山，其难度不亚于把珠穆朗玛峰搬到光启市。看来这位传说中又帅又温柔又绅士的新 CEO 真的有很大的本事啊。你见过他？那倒没有，但大家都是这么说的。听说 CEO 一周前就秘密到公司了，听说有同事凌晨下班撞见了他，因为太紧张还摔了一跤，是 CEO 把他扶了起来，还给了他一块创可贴和跌打损伤喷雾。从此关于他的事就开始流传。这位小姐，我的重点是这个吗？是 CEO 啊。不过说起加班， CEO 每天离开公司的时候，全光启市的早点摊都开始营业了。你好，郑林，下午是吧？好的，没问题。你现在有空吗？ A 组下午还有个讨论会，面料本的事情交给你可以吗？你去几楼？好久不见，那希望下次再见面，你可以一眼就认出我。恭喜你，入职完真。是很巧，看你的样子似乎很忙，还习惯吗？今天会比较忙一点，要准备下午的接任仪式。听你的，不紧张。我可以认为你刚才是在保护我吗？现在还没有彻底安全，电梯随时可能下坠，所以先别松开。
手机没有信号。抓紧我，别怕。好了，没事了。这样有好一点吗？别害怕，我们很快就能出去，相信我。是跟你刚才的样子挺像的。那怎么每次见你都这么狼狈啊？哦，胆子大胆子小都没有关系，你刚才已经表现得很好了。你认识 CEO 吗？还有呢？抱歉，我接下来有些事情需要处理，可以让周岩送你过去吗？后面还空着，我们去那边吧。坐在最后一排睡觉的话，没人发现。这样不太好吧？这个会要开到什么时候？影响我工作。你看看有人理你吗？假正经。不行，行政给每个组都画好了区域，我们在前面。坐前面好啊，我倒是要看看 CEO 的庐山真面目。下面让我们有请万臻集团新任 CEO Evan Lu 发言。各位下午好，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出席今天的仪式。我是陆晨，将会接任万臻集团 CEO 一职。我是陆总的助理周岩，刚才让你受惊了，这是陆总给你的。
设计中心有一个带教导师制度，所有新来的助理与初级设计师都会有一个带教导师，当然不是你们选，而是导师挑。每个高级设计师包括齐总监都会参与带教。没错，挑选的标准是新人第一次独立工作的成绩。虽然是独立工作，但如果遇到不明白的可以随时问我。考虑到你刚来不熟悉环境，我会安排猫哥辅助你，当然辅助的内容不包括设计本身。总之接下来的这个工作一定要好好做，这决定了你日后的导师是谁，知道吗？妈呀，吓我一跳。你躲什么？偷拍我？让我看看拍的怎么样。急什么？我也不介意。哎，来这儿干嘛呢？不是要采风吗？走了。我第一次来。你来过几次？真的是你啊，你回国了。几年没见，都成大姑娘了，回来就好，找个时间来叔叔家吃饭。哦，对了，要不要给你找一个讲解员？我记得你以前还迷过路。走吧，路痴。现在我给你方向。要拍什么？那就走了。你报答报答我，我刚才看到那只手环，你之前有没有见过？知道的还挺多。哟，
看不出来还是行家。让我想想，刚才是不是有个行家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啊？行了，瞪我干什么？逗你呢。我方向感好，以后就跟着我走吧。话题转移得有点硬啊。你说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你听说过一句话吗？知道的秘密越多，越会被。跟我要找的一个人有关，以后有机会告诉你。不过今天的事情，不许告诉别人。帮了你的忙，谢谢都不说一声。伸手。要去哪儿？我送你一程。怎么是你？不是找你的，我打错了。怎么回事？你的号码怎么会出现在通话列表前面？挂了。赶巧了，林瑶今天会过来为万珍旗下的杂志 Neverland 拍摄封面，你可以联系她的经纪人问问看。你怎么在这里？还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。我是不是看起来很好骗？你看到什么了？我不需要帮忙，你快走吧。出来。老金，你终于来了，快救我，我再也不离家出走了，以后你给我吃素，我绝无怨言。你闭嘴，洗干净再回家。我要是在家里看见一颗沙子，我就被你做成红烧蜥蜴肉。喂，老金，等等我，刚才那个人类女孩是谁啊？我本来都晕过去了，结果听到她的声音竟然清醒了过来。
总觉得很熟悉，好像以前也听过他的声音。你说什么？你怎么才来啊？这边这边，拍摄提前结束了。哦不，应该说被迫终止，改到明天了。还不是那个林瑶的经纪人说不是他们指定的那个摄影师，所以今天先不拍，要等明天摄影赶过来才拍。我平时嘴皮子算快的了吧，愣是连话都没插进去。他在边上也不说话，就这么看着，母女一条心呢。是啊，我看他就是太惯着女儿了，才对我们这么挑三拣四的。我也不懂哎，你自己去看看吧。去试衣服了。我有种不祥的预感，刚才他经纪人接衣服的时候一脸嫌弃，不知道。这种衣服怎么能穿啊？他就是经纪人。我们瑶瑶是诚心诚意对待这次合作的，还特地推迟了航班，就为了好好试一试礼服。你们就拿这种完全不合适的礼服来敷衍我们？我要见你们的设计师。这是糊弄我呢？这么年轻的是实习生吧？你们万真也不能店大欺客了。谁说年轻的一定就是实习生？他可是我们非常厉害的设计师。的颜色，我们瑶瑶最适合的是粉色，懂吗？少女粉。这个长度也太短了，至少要过膝才能凸显清纯。哎呦，这些金属流苏也不伦不类的，不知道还以为我们不是好女孩。还有，瑶瑶之前拍戏伤到了，伤疤是一定要遮住的。可是你之前也没说有伤疤呀。谁想受伤？这不都是意外？你不是设计师吗？帮我们修改是你的职责。最近很流行这种风格，说不定突破后能得到一个大版面。而且你忘了吗？之前媒体采访还问我，什么时候可以偶尔改变一下风格呢？行吧，那我再去问一下摄影师的事，你赶紧把衣服换下来。
抱歉，刚才让你们为难了。纸蝴蝶，算是吧。偶像的夺冠快剪，你知道吗？我下周居然要去采访他们车队了。你喜欢赛车？赛车很自由。我有一个认识很久的朋友，他从小就想当赛车手。他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，长到我以为他再也不会出现了。不过幸好他现在回来了。我想出去见见他，但我妈那边，你能帮我一下吗？制造出一些声响，让他觉得我们还在讨论礼服的事情。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，我只是去看一眼就回来，很快的。谢谢你。谢谢你做的衣服，我很喜欢，真的。你刚才在外人面前跟我对着干什么意思？提名了就翅膀硬了是不是？我供你吃，供你喝，供你上学，花了这么多钱捧你当明星，白眼狼一个。当初要不是我收养你，你哪有现在风光的生活啊？瑶瑶，从小到大你都是最听话的，妈妈就你一个人了。
你还真是擅长让我分心呀。没事没事，又不是你弄的。对啊，要怪也是怪那个弄坏东西还逃跑的人，也太没有公德心了。先不说这个了，这个鲜花布景是明天灵瑶拍摄要用的，我们分下工赶紧收拾。那也太不好意思了。那我们就先走了，谢谢你啊，下次请你吃饭。你确定要在发呆中浪费时间吗？是我见过的最爱多管闲事的人，是不是只要有事情被你看到了，你都要揽到自己身上？因为什么？随你。还在磨蹭什么？快点弄完。那边再高一点，嗯，换朵深色的。你挑那三朵一模一样的浅色花是想消消乐吗？左边，往下1厘米。有没有人告诉过你，你做的褶皱像马上要被碎掉的纸？我没。还有什么没有做完？那好，我有事问你。你刚才在巷子里，
我本来就什么都没做。算了，怎么看都不可能是你。不要多管闲事。到家了吗？你这是还在工作？因为睡不着吗？我睡不着的时候通常会选择看些意识流的电影，很助眠。笑什么？没想到我会说这样的话。灵瑶的电影我没有看过。自我救赎似的谋杀，结尾女主独自在雪中跳舞，啊，听起来有种诡异的美感。嗯，是有点感兴趣。如果还睡不着，有没有兴趣一起看这部电影？好，我们一起打开。看的过程中，如果困了就闭上眼睛。不用担心，我会把屏幕关掉。提前先说一句，晚安。Thank you.